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对决，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精彩的对决了。做好准备。我这里有几把全新的宝剑，迫不及待想试刀了。 艾瑞克，这里可能不太安全哦。事情可能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希望刚刚那下没让你失去记忆啊。这里有外星人吗？ 你好，我是奥拉夫。我是被落。哎呀，不过是皮肉伤罢了。我们出发，准备迷路喽。你好。嘿，现在要是有切层面可以吃就太好了。我的宝剑锋利无比。 各位英雄，祭坛很快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你们得快点占领祭坛。我的宝剑锋利无比。听从掠妖王的号令。 占领祭坛吧！我要把你打成猪头！你注定要灭亡，这就是你在万象节约的下场。抢钱，抢粮，然后放鬼修图。<笑>我受够了！快摧毁守墓者的核心！我是灵妖。 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怎么了？好，我们出动吧。你好。 选择天赋，无极开始，吃我的宝剑啦！我勒俩，少杀了，口水吐一吐就好了。哦，迅疾的艾瑞克。
巨大恩再次从地底深处升起了。带我去找石墨。占领祭坛，让守墓者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要我说什么东西吗？天赋，哈！我早就想选这个了。你哪来的好点子啊？是不是有人跑了？啊，也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啊！看看是谁回来了，快点赶上大家的脚步啊。我肚子饿了。就跟做羊肉切子一样简单。祭坛快出现了，黑暗的虚光和灰土是一切。哦，我肚子饿了。你们做得很好，让守墓者见识我的力量。祭坛是我们的了，对守墓者开火。哦，我肚子饿了。哈哈，就是这样。我很满意。是我的盾牌了。刚刚那下没让你失去记忆啊，别担心，也很快就康复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哪里啊？算了，无所谓了。你当然时间好快，祭坛就要出现了。
先给我吃吧。开饭的时候到了。哦，好啊。祭坛出现了，快去启动他们。这是我的地盘，谁也别想染指这里。敲门他，这就是我的名字，这就叫物归原主。就跟做羊乳切子一样简单。就要到了。这座塔落入我的手中了，我们控制了哦所有的塔，快炮轰守墓者。各位英雄，我在核心附近开启了一座通道。可恶，我们失去一座堡垒了。有什么事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根本难不倒我。我也开启了一座通道。胡须，鲜血，啤酒和雷霆。